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Hello，Hello，Hello。哇，熄咗个音先，我冇电脑，讲翻个音。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嚟到屯门画室。睇下嗰个升唔升先，都升到。望一望啊，几多个人啊？哎呀，喺度升。OK 啦，大家都到咗。大家好 ，William hello，Christy hello，Doris hello，Carrie Mai hello， 曉彤 hello， 胡雪 hello，Shake Coco K hello， 大家 hello， 好嗱，收音 OK 嘛？收音好唔 OK 啊 ？Alex hello，Danny hello，Danny OK。Carmen hello OK YouTube 呢他又改鬼了，我現在看到多少個人先，我要在手機上看，我現在有24個粉絲，可以是吧？可以，我來了，那就又是不是兩下廣告先啦 OK， 這樣呢，如果想支持我再繼續講這個藝術史呢，當然就可以有很多方法啦，收看一定的啦，like share 啊 ，comment 啊嗰啲噶，定係啦，介紹俾朋友都可以，咁亦都可以實際再實際啲，可以幫襯我嘅 mini p e t e 嗰度買嘢啦，係咪？咁我哋係日本歐美畫作專門店，咁就我哋係冇實體店，所以寄俾你哋嘅，係咪 ？OK， 大家都知道噶啦，我老字號啦，已經係開咗好多年。咁第二個咧就係屯門畫室嘅 patron 啦，咁我裏邊有一啲啊網上嘅繪畫課程啦，你只需要係美金$5嘅月費贊助咧，即係大約$49。港紙的月費贊助呢，就會可以看到裡面的專屬影片的，那那些我有很多影片在Patreon 裡面呢是 YouTube 看不到的，那譬如我最主打的就是素描入門十課啦，是不是基本上如果你不懂素描呢，看完那十堂呢，你跟著我做練習呢，你學到一個基本的入門啦，再加上現在連載中的水彩入門十課啦，那我都我今天都拍完最後一集了，又是有10集的啦，那就就嚟10集啦，佢嗰個連載應該今個禮拜係咪第9集定第8集咧？我時唔記得。咁總之就最簡單講一句，你就俾$5，咁就$49港紙，你就可以睇16、17、18集噶啦，已經。咁啊，仲有其他好多特別啲嘅細嘅影片，同埋一啲細嘅藝術小故事，我都喺裏邊有嘅。好嘛 ，OK， 好啦，咁我哋入正題咯，多謝大家支持同埋繼續。看我的片啦，好嗎？咁咧，呢幾排啊，希叔 ，hello， 好耐冇見啦，希叔。我哋即係冇人開心啦，係咪？香港咁啊，疫情啊，好多方面我哋都係好辛苦啦，係咪啊？咁我哋我自己本身亦都係啦，係咪？畫室即係個生意係好差啦，咁樣。咁但係咧，就好多時候咧，我好慶幸咧，自己開咗 YouTube 㗎，真心㗎。除咗有個即係大家如果有睇我嗰啲 Instagram 或者係 YouTube， 佢咪有個文字嗰啲叫做咩論壇咁嘅嘢啦，類似。咁裏邊我久唔久都收到啲 feedback， 就話即係歡喜睇我嘅片啊，咁喺裏邊學到嘢，好多時好細個嘅。我有好多學生，即係網上嘅 fans， 我知道係小學生嘅。咁我而家好開心，佢睇覺得我嘅片幫到佢手啦，係嘛？就算學到嘢係可以，就算學唔到嘢都可以。係啊，冇書展啦，今日呢啲時刻啦，咁就我都好感恩。除咗你哋覺得係，其實啲嘢係相輔相成嘅。即係話你哋係透過我嘅片咧，就可以學到嘢，或者有時有啲娛樂資訊嘅攞到啦。但係同時間咧，我又通過做呢啲片啦，我又好滿足喎。當然我可以透過呢啲片咧，你哋睇完之後咧，我會有 YouTube 嘅分成啦，係咪？跟住而家我開只 Patreon 嗰邊，如果有啲 fans join 嘅，而家都有130幾個、140幾個人 join 我，咁我嗰邊有少少嘅。錢我可以幫補我而家嘅家計啦，咁錢係會有啦。咁我 mini p e t e 亦都係因為透過 YouTube 嘅
擴散咧就有人知道，咁就上去買嘢，咁我亦都係會賺到錢嘅，依樣係真。不過我最感恩多過賺錢咧，就係可以有機會我自己，因為我要做片俾你哋睇，所以我亦都有機會自己重温一啲我以前學過，或者以前後生呢個時睇嗰啲嘢咧冇咁清楚，而家就隔咗一段時間去。因為要做 YouTube 啊，特別係除咗畫畫嘅方法，畫方法嗰啲其實我都係真係好熟。我嗰啲反而要將一啲我識嘅方法，我簡單化消化咗俾你哋睇。而我最感恩嘅就可以做多次藝術史，我自己有個機會逼自己去睇藝術史。我夠膽講句，即係我哋係嘛大叔嘅年紀咧，再睇翻以前望過嘅藝術史咧，會好多感受。而我亦都覺得好多，譬如你後生有讀過你藝術史嘅朋友咧，你到你變咗大叔嘅時間，即係好似我咁樣咧，你好多時候你會好多嘢忙，你唔會再睇翻藝術史，咁好多嘢你即係水過鴨背，以前好中意，而家就冇再睇係嘛？咁今日咧，我哋有時候我都中意噏下啲廢話啦，依輪就係咁可以減壓啦。睇藝術史咧好有用嘅，好有用係咩咧？係第一件事你可以沉醉在那個空間，第二呢就是訓練你腦的成長，令你繼續活激活你的腦。今天我講的畫家呢就Titian提香了，就是我一個我 personally 非常喜歡的一個畫家。如果你問我 Renaissance 文藝復興 High Renaissance 文藝復興盛期的畫家，我最喜歡誰呢？我最喜歡 Titian 應該是。係啊，我中意 Titian。我中意 Titian 嘅原因咧，如果一般咧，你去圖書館借啲中文書寫文藝復興嘅一啲講藝術史嘅好基本嗰啲細路仔嗰啲書咧，就好少會講威尼斯畫派嘅，多數都係個個都係背噶嘛啲嘢，即係最重要就係文藝復興三傑。但係我之前亦都講咗，係嘛？有文西啦，有 Michelangelo 啦，同埋有 Raphael 啦。當然佢哋都重要，亦都係有一個無可取代嘅歷史美術史嘅地位。而相對威尼斯畫派就冇人提嘅，即係我以前睇嗰啲書又冇提到。其實喺重要性裏邊咧，威尼斯畫派尤其是 Titian 咧，佢嘅藝術史嘅影響力同埋個重要性咧，係唔比頭先嗰幾個低嘅，尤其是好純粹講畫畫嗰個技藝上邊嘅嗰種創新啦，同埋佢嗰種畫嘅單純嘅藝術技巧咧，佢又係其實非常高超嘅。OK， 飲啖水啊！今日咧，我哋又大約我唔知個直播會唔會忽然間，你知啲 WiFi 啊係咪上幾次都停？希望我講到啊！我今天基本上講兩個畫家，我會講 Titian， 我講 Titian OK， 我仲會講多啲係佢，然後後邊楞尾咧，因為本書咧都有Correggio， 我又會講一講佢，依個都係好厲害嘅畫家。咁我講少少咧，因為依本書作者有講，咁我講埋啦。咁今日我哋就完咗。我哋今日呢堂完咗威尼斯噶啦 ，High Renaissance 嘅威尼斯完嘅啦。跟住下堂我哋就係講 High Renaissance 時期嘅日耳曼同 Levalin， 即係再就北面噶啦，就唔係意大利國土噶啦。OK， 咁裏邊最主要講嘅下期會講啊，講 Dua 啦啊，可能如果中意藝術史嘅人就會中意佢北方德國嗰邊最可以話係真係最叻嗰個人嚟噶啦。OK， 好啦嗱。Titian 呢度今日呢個畫咧，佢我想講少少字。好，我講少少字啊，好嘛？我唔問你哋啦，我講少少字。講完啲字咧，我哋睇一張畫，然後呢張畫咧，我有啲 Q&A 嘅，我有啲問題問大家。今日大家有即時作答，好冇 ？OK， 我哋而家睇少少字先嚇。上一集咧，我咪講有個畫風景畫得好勁嘅嗰個做 Johnny 呢個係咪？我咪話佢將嗰個風景同嗰個人物咧，呢一張係藝術史上第一張係
將風景和人物撈到咁融為一體，同埋個主角個風景都好重要，因為喺佢之前不嬲都係人，即係就算嗰幅畫咧係有啲人喺個郊外啦，喺個風景裏面啦，人不嬲都係主角，風景係次要，但係依張畫個風景係睇嘅重要性好強，所以做 Johnny 都係幾革命性，同埋係好純熟噶。如果我再簡單，我再重複多一次咧，威尼斯畫派嗰陣時同下邊，即係話同Florence 嘅畫派咧係唔同啊，唔同咧。當然，即係啲書就會話係乜嘢色彩，咁你就會問啦，咦？咁你達文西嗰啲畫都有冇顏色咩？你咪光之路啲天花板畫仲靚啦，啲袍有藍色、有紅色、有剩。可唔可以咁講嘅？因為再睇真啲，但係咧，威尼斯畫派嗰啲畫好衰，就係乜嘢咧？你係真係要睇真跡你先睇到。書咧成日講佢咩色彩色彩咧，你唔係色彩就係七隻顏色咁，紅橙黃綠青藍紫，唔係咁樣噶，唔係咁膚淺嘅。你係要睇真跡先睇到，所以我喺網度抄咧，就盡量俾你哋望下，但係都唔係嗰啲色嚟噶。最我成啊有個我個 fans 問我喂阿 Sir 你成日問成日講威尼斯嗰時又話寫生又話咁你之前嗰啲唔寫生咩？我強調佢嘅寫生咧，即可能我盡量用我知識嘅語言再簡化版俾大家知咁，但係礙於咧都真係畫又唔係文字嗰、那個畫嘅載體係畫啊嘛，佢唔係文字嘛，所以其實係困難嘅。我再用一啲弱淺淺啲嘅説法去講，就係話咧，威尼斯嘅顏色同素描係融合嘅，佢係相輔相成嘅。而 Florence 嘅嘢咧，佢行素描先嘅，即係行形態同埋行光暗多啲，所以佢有分開一啲嘅。所以如果你 for 而家嘅人嚟睇，所以你咪覺得 Florence 嘅畫派嗰啲嘢係吸引啲，因為嗰啲人，譬如咪光之路畫天花板畫，佢咪框咗個人咯，咁你咪好清楚咯，人同背景，但係佢哋係撈埋嘅，反而好自然，所以因為好自然嘅原因，我所以懷疑佢哋畫係好重寫生，係啊 ，OK， 一間我俾個Titian 嘅 portrait 大家睇，大家就明啦。好啦，我哋繼續講啦。做 Johnny 啊，頭先嗰個嚇，做 Johnny 死得早啊嚇。好早死，我唔記得30歲死定咩？好早死，20幾歲死定係唔記得咗。OK， 終於早死啦。OK， 死於過於年輕啊，以致無法咧合聚依項偉大發明嘅所有果實啦。係啊，即係佢死咧，有時啲畫家死得早咧，佢年輕咧就好勁噶啦。唔死即係咧，以前畫家都係啊，你長命咧，你就可以將以前學到嗰啲嘢，或者佢勁嗰啲嘢繼續發展落去啦。你寫得早咧，就開咗個頭。所以如果你長命啲，又影響到藝術史嘅後邊發展。但係有時命運嘅就係咁。而威尼斯畫家最出名嘅一位咧，就係 Titian 提香啦。OK， 咁樣咧，你佢個年代咧，1485年啦，係咁上下年紀啦，去到76年先至死噶。好長命啊！佢得唔得？咁佢正值咧就係、是、我咪話個High Renaissance， 你當1500咁上下去計嘅，咁樣佢咪20多歲咯？佢正式係 High Renaissance 嗰期嘅人類嚟嘅。OK， 佢做到啦。佢咧生喺咧一個地方啦嚇，你自己睇啦。謠傳啦，佢99歲先死於瘟疫噶，即係好長命啊！好長命有一個好犀利嘅嘢，就係話佢不斷咁樣畫，佢就有99年嚟。當然不是 BB 仔開始畫啦，但都有70-80年咧，就係訓練佢嗰啲畫嘅畫嘅技藝，所以佢有好長時間可以令啲畫技進化。呢個係好重要。喺佢長久嘅生命裏邊咧，就得到幾可與米高安哲魯相配嘅聲譽啊！佢喺嗰度都好響度，好響度。但係佢唔係做米高安哲魯嗰啲咧。嗰啲 project 好爆㗎，佢嗰啲 project 好，你話齋去天花板畫畫，雕只咁偉大嘅大衛咧，米高安哲魯嗰啲係好宏偉、好宏偉嘅嘢嚟嘅，而 Titian 嘢就唔係依種嘢嚟嘅。OK， 早期咧傳記作家咧崇敬地話俾我哋聽咧，連即係有個人講啦，唔知真定假啦嚇，大王啊，帝啊，查理5世啊，都幫佢。
執起嗰支畫筆喎，咁啊即係連個皇帝都幫佢執畫筆係嘛？咁唔知真定假啦。OK， 但係咧啊咁即係代表佢好勁啦。OK， 咁樣就算咁勁嘅皇帝咧，都要幫佢執筆啦嚇、啊，玩鞋啦係咪？好，成為一個大啦，咁唔使理啦嚇。嗱、啊，依、這個有依啲我跳講啦，有時有啲。誒唔係好重要，我哋細啲，我哋講又因為咧，提香唔係好似達文西咁樣咧淵博啊，乜都識噶嘛，達文西真係乜都識噶嘛，亦都冇米高安哲魯突出嘅個性。米高安哲魯嗰啲係好易認噶，作為一個畫家係好事嘅，因為佢啲風格突出咧，你哋望就算以前或者而家人都會記得嘛，係咪？佢個大衛像你永遠都記得大衛像。而 Raphael 咧就多才多藝同迷人性情 ，Raphael 個人好啊，同人易相處，撈得好啊嗰時候，得唔得？所以咧就顯得全面性嚟乜嘢？點解咁講咧？佢話阿提香咧冇佢哋三個嘅特徵喎，佢冇馬文西咁識咁多嘢，佢又冇阿米高安哲魯咧個個性咁突出，佢又冇阿拉斐爾咁鬼識 social， 同埋佢本身拉斐爾都係個有種迷人嘅性情，佢冇依三樣嘢噶。但係個作家覺得佢咁仲叻，點解？因為佢單純係畫家，佢就係用畫去抽爆你，你明白？事實上亦都係嘅，我亦都係。係啊，佢唔係行怪招嘅，佢係行好啊。好舉重若輕嘅嘢噶，所以有多少咧？米高安哲魯啊，頭先嗰三個咧，你容易睇啲嘅，即係普通觀眾啊。Titian 可能要用啲時間，或者要一啲年紀，你慢慢睇就會中意，或者你睇下你係咪好有感覺嗰啲人咧，就會中意 Titian 嘅。我非常中意 Titian 啊，一個處理與作家顏色嘅技術。跟米高安哲魯一樣咁高超，冇錯嘅，係依個係真的。我覺得佢如果顏色上面佢叻過米高安哲魯，依番傑出嘅技藝咧，使得佢咧能夠忽視一切歷史悠久嘅構圖規律咧，即係咧佢又唔跟之前我講 High Renaissance 嗰啲規律嘅喎，而咧亦而倚重色彩，佢用顏色組織俾佢故意拆。故意解性嘅一致性，要明白到佢嘅藝術對於同代人產生嘅效果咧，就及下依一張畫。OK， 我哋睇下張畫啦。好啦，問題時間到啦，各位，而家有37個人。好，開個 Y 座先，要高少少啊。OK， 好嗱。呢度有張畫，好冇？好簡單啦，係咪？講少少啦。如果舊聽開我嘅 fans 就知道我講咩噶，我擠擠都係講嗰啲噶啦。你哋都應該識睇畫啦。我啲 fans 好鬼高質量噶，個個都識睇畫其實。但我都講少少啦。咁咧就冇嘅。個 subject matter 咧又係嗰幾味嘅，佢擠擠都係逢係教堂嘅都係擺耶穌啊。聖母玛雅噶啦，唔通拜娛樂佛祖咩？真真都係咁啊！聖母、耶穌 B B， 揦住條鎖匙嘅光頭佬，個樣好鬼怒嘈嗰啲聖 Peter 啊，攞住教堂啲藥匙啊，一定係噶。跟住咧，隔離有依個就係聖 Francis 應該係係嘛？佢有個手有傷痕噶，俾人揦去釘過嘅嗰啲。下先係聖法蘭西斯冇聖方十蘇嘅，跟住咧你哋都睇過噶啦，下邊嗰扎人咧就係嗰啲金柱啦，即係傍水畫依張畫嗰啲人啦，次次都係咁噶啦。下邊嗰啲就即係話俾其他人聽，耶穌啊 B B 啊嗰啲係我 friend 咁啊，等佢哋安心啲，等佢安心啲。好 OK， 問題嚟啦，我想問下依張畫有乜嘢係打破咗 Renaissance 嘅規矩啊？有冇人答到？睇唔睇到？而家請解答。有，大家睇唔睇到有乜嘢係違反咗我不嬲都講嘅 High Renaissance 嘅規矩？好明顯㗎嚇！搶答嗱，睇下邊個叻啦！而家有
35個 fans。有乜嘢係違反咗 High Renaissance 嘅規矩？我而家唔講規矩，除咗講規矩，喺三角形有啲違反咗，再清楚少少，再清，我要求你哋答得再清楚少少。有啲似係依個問題，點樣三角形嘅問題，答唔答到？搶答。有冇人答到？我要你們答多先，繼續講噶，我唔係唔講噶。唔對稱，冇錯，中。佢唔對稱，係嘛？佢將個三角形啊，唔係一個等邊噶，正常喺依度噶，佢擺咗喺依個位，唔對稱三角形冇錯，係嘛？聖母，你之前睇嗰啲全部聖母都喺中間，佢擺咗喺依邊。係嘛？仲有冇？仲睇唔睇到嘢？唔係好 high Renaissance 啊？唔係正三角形啱啦，係啦，嗱佢唔平穩㗎，佢聚咗喺一邊嘅，見唔見啦？聚咗喺一邊，係嘛？係嘛？但係佢用一個方法令到你覺得唔係太大問題。啊！頭先一陣依度就冇乜問題，依度就喺翻中間。佢用咩方法令你覺得依個都係主角啊？聖母同個 B B 都係主角，用咩方法啊？睇唔睇到啊？因為如果喺中間就一定係主角啦，係咪？大家都係啦，影嗰啲乜鬼校長嗰啲相，班相一定係中間啦。佢用光冇錯啦 ，Elisa， 佢用光射落依度，就等你知道依兩個主角。耶穌 B B 有光。聖母咪皮膚有光，頭頂有白布，冇錯啊！用光嘅技巧咧，同就係好威尼斯嘅，用嗰啲顏色用得好舒服，見唔見到？用光冇錯冇錯，係嘛？而咧依、這個咧係咁樣去嘅，一人望一邊噶。依度有個櫃喺度，聖母落 Peter 再落去依度咁樣。得唔得？耶穌依度就窄啲咁樣落去，得唔得？好嗱，你哋知唔知點解依度有塊旗喺度？知唔知點解要畫喺依個位？有冇人答到我？有冇人答到我？依塊旗有咩用？睇下有冇人識啦。依個係講球圖嘅關係 ，balance 啱。點樣 balance 啊？有冇答得深入啲？依塊旗喺度做乜嘢？重啦！睇下啲人答成咩先。Color 顏色同右面做對稱，指向光。係啦，冇錯啦，就係咁樣啦。嗱，好得意嘅，依塊旗冇咗。如果依塊旗冇咗咧，呢個就好不對稱就出現咗。見唔見到啊？聚咗一邊嘅啦，依度人又多又逼，又係主角又光，係咪啊？我多咗塊旗咧，就等翻雲依度啦，俾咗個重量喺度。而依個又要係高過佢喎，所以你會覺得鄧翻埋依度舒服翻咗，睇唔睇到啊 ？Tishon 用乜嘢方法係好有趣，就係用顏色啦。依家你唔係睇真跡啊，你睇唔到依塊旗嘅色嗰個力量啊嘛，你而家就咁睇嘅。所以咧，佢玩嘅遊戲咧，嗱你諗下佢畫依張畫，如果佢畫耶穌，佢將依度搬落去唔會死咯。以前100年、200年、300年都係咁畫噶啦，係咪啊？佢就係唔要，佢就係我打去依邊，一打去依邊咧，係唔跟以前規矩。好啦，你好有型啦，好叻啦，冇乜人就咁做啦，你做咗好啦。但係佢發現問題死啦，唔 balance， 加多個旗，咁樣等翻問，見唔見到？同埋呢兩條柱一前一後噶，擺咗個 death 出嚟，
O 唔 O K？ 明唔明白？係啦，冇錯啦，得唔得？好 O、OK, K， 好。依、這個圖咧，依啲聖母啊，即係除咗構圖，我容易講俾大家聽啦，係咪？依啲顏色啊，依啲聖母都畫得好好嘅，但係咧，依張圖咧就係、是、我揾唔到一張好高清嘅圖出嚟，好冇？咁我再講多少少我揾到嘅資料，就係講 Titian 嘅 O K。你知道嗰時 Titian 咧，佢喺威尼斯啦，有一道好正嘅嘢係咩？因為威尼斯嗰陣時咧係商業嘅，好多 trading 喺嗰度做咧，佢哋買到最靚嘅顏色，佢哋買到最靚嘅顏色，最靚嘅 pigment 喺嗰度佢買到，所以威尼斯人嗰時佢容易攞到啲靚嘅顏色。譬如咧嗰啲紅色、白色咧，佢好容易攞得到，又 colourful 又 rich 嘅，得唔得 ？OK， 好，大約明 Titian 咯，但係未睇到顏色啊，應該我俾一啲圖大家會睇得到，所以。你會睇到，同埋依度啲人好自然嘅。嗱，我再望，我再我俾個近少少嘅鏡頭，大家望一望，望一望，睇下依張圖引得唔係太好。我睇下得唔得？嗱，你大約望啊，麻麻地，我揾唔到張高清，冇啊依張圖。但係你睇唔睇到嗰個耶穌 B B 咧，同聖母瑪利亞個造型就係真係好 B B 噶。好自然㗎，佢嗰啲構圖，佢嗰啲人嗰啲成個形，而家你睇唔到顏色啦，但係你睇到個形態啦，係咪？即係你睇到嗰個人嗰個設計啦，係嘛？你睇個 B B 個樣幾鬼搞笑，佢真係畫，佢真係當以前嗰啲 B B 去畫㗎，好寫生㗎呢個 B B， 唔係將一個大人縮細咗嚟畫㗎，佢哋以前畫耶穌好多時將大人縮細咗嚟畫，聖母真係好靚女啊，係啊！好靚女，個 B B 又肥美，係咪啊？我哋二嚟買，你睇依啲光暗，個後邊嗰啲人一光一暗，嗱再買去睇，形態好寫生啊，係啊！嗱依啲，你睇依個望住你嘅依、這個，我諗又係嗰啲，又係成日都係嗰啲金主啦，跟住依個金主一家人啦，有個細個細，有個細啲嘅啦，係嘛？OK， 都係咁噶啦，好好寫生啊！達文西嗰啲人咧係達文西嗰啲人咧係佢計出嚟噶，你明白我意思啊？而唔係高安哲羅嗰啲人咧，全部入咗個健身房嗰度做嗰啲 sit up 做二億下咁啊，會有咁多腹肌噶嘛？佢唔係嘅，佢要好自然。嗱，你哋睇呢個記住係一個好差嘅 version 嚟嘅。你看啲人的動態，有啲光暗運用。如果你看珍惜呢塊布靚到話，靚到鬼喺度喊。你明唔明我講咩叫好寫生啊？嗱，嗰條匙，嗰條約匙。當然啦，嗰個立體空間，即係嗰啲透視啊，嗰啲完全冇問題啦。芝奇啊，有個徽號啊，嚇。上面個雲有兩個 B T C B B， 你睇下依啲構圖幾寫生，下面炒上去嗰個係嘛？依個係下邊望上去㗎。你哋明唔明我講咩？之前咧好多時天使都唔係下邊望上去嘅，天使係直望㗎。佢係跟住下邊望上去嘅，你會望到咁咯。如果你會望佢下巴多啲咯，如果你直望咪望到塊面望唔到下巴咯。佢係下邊炒上去望㗎。你睇個。天使 pat pat 先，啲 B B pat pat， 係咪好 cute？OK， 得唔得？得唔得？低炒係啊係啊係啊，佢真係 B B 加兩對翼㗎咋，個翼又真係好叻㗎，堅叻㗎，堅叻㗎，睇少少字啊，我哋再 OK， 有問題隨時問啊嚇。我睇翻我頭先 up 到邊度先。跟住嗰啲圖，依啲字都係講翻頭先嗰張畫嗰啲嘢啦，係嘛？咁咧就將聖母畫移出畫嘅中央啦，即係唔係啦，唔係擺側，唔係中央啦，擺側別擺側咗啦，係咪啊？再將兩位輔助聖人啦，帶住聖痕嘅聖 Francis 啦，就同埋有嗰個條鎖匙嘅聖 Peter 啦，擺喺下邊啦，係咪啊？位置亦都唔對稱啦，依兩個。係啊，仲有啊，依兩個聖人都係唔對稱㗎，
啊，坐得好，企得一個坐一個騎係好好自然嘅。其實最主要依三個，但以前唔係咁，以前係好好對稱嘅。我俾你睇下以前係點。二一六頁，等一陣啊。以前係咁嘅。得唔得啊？以前係咁，排好曬嘅，啲嘢係打直去打直去行噶，冇低炒噶，冇低炒個 concept 噶，全部打直嘅，就係咁樣咯。咪嗱，依個就係金主跪咗喺度咯，跟住啲聖人咯，跟住耶穌咯，跟住聖母咯，就天使圍住咯，就係咁樣。得唔得？所以你依個以前依個係依個係 early 嘅，依個係個時間，我俾翻大家睇下先。如果有看我以前那些就知道，這個是1395年的東西，1395即是1395 1400啦，即是100年後 Titian 就變成這樣的 version 咯。1400，是啊是啊是啊。你說 M, 你說 M, wise 啊，你說它變得大不大啊，這樣喔，它會這樣喔。當然啦，它差百年，然後個地區又不同啦。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佢勁到幾緊要？你一定要睇畫，一定要將嗰個畫家擺喺佢個時代度睇，同埋同佢嘅前輩去比。後邊嘅冇得比噶，佢死咗啦嘛。你咪計佢叻唔叻咯？你話叻唔叻？戰係咪犀利啊？打破曬以前啲規矩，更加好做咯，係嘛 ？OK， 我未講顏色喎，睇我講唔到顏色喎而家。OK， 好啦，繼續睇字咯嚇，大家明噶啦呢啲。Okay. 用全新的方式進行，剛才張畫這幅畫的用意呢，在說什麼打贏仗那些不重要啦，那些故事不重要啦，跪在這裡聖母前啦，跟著又有些人啦，那些次次都是這樣的啦，這樣是啦，這樣提香的同代人一定很驚訝，他竟敢打破了前人定的構圖規則啦，係嘛？佢哋本來期望住睇到一幅咧甚偏不平均嘅畫，但事實相反啦。阿提香搞掂咗嗰個構圖，又活潑又成啦，係嘛？最叻係佢啦，係嘛？咁咧又有空氣顏色啊，乜嘢啦？總之你哋自己睇啦，依啲都唔重要啦。OK， 好啦，講咗佢嗰個啊頭先我，跟住咧仲有一樣就話提香咧，其實好出名喺嗰時候咧，佢係 portraiture， 佢係畫肖像畫出名，得唔得 ？OK。當我哋睇到佢畫裏邊啦，我哋睇下佢嘅 portraiture 係乜嘢，然後我就讀少少呢啲字，好嘛？我哋睇睇佢嘅 portraiture。我哋有幸揾到幾張係對稱嘅。OK， 等陣啊，我抄翻張圖先。有問題隨便問喎嚇。好。我俾個係咁樣 ，OK， 好啦，呢張係 T-shirt 啊。好，首先咧有幾個 point， 我哋望一望咗佢先啦，好冇？望一望呢張畫係點樣，然後我再問一啲問題啦，好嘛？等一陣啊，我爆咗光佢先，好傷眼咁睇啊，清楚係咪？當時揾錢應該揾錢比較多，佢揾好多錢都係畫 portraiture。嗱，你睇下佢畫嗰件衫，清唔清啊？你睇得，係咪可以啊？我再埋啲，我再埋啲。而家依張係我揾到最高清嘅 version 啦，其實。依度可以睇到啲筆法。你看到這些痕，你看看他的樣子，你看他的神情，大家
感唔感覺到我想講有幾樣嘢好得意嘅？依張畫係同之前嘅佢前輩嘅 portraiture 嘅肖像畫係唔同嘅。大家又我哋又玩過遊戲係嘛？依張咁嘅嘢係嘛？大家覺得依張 portraiture 同之前可能在我 channel 度睇到嘅 portraiture 有乜嘢唔同？有冇人講到有乜嘢？有冇咩特點你睇到係同之前唔同啊？寫生啦，好寫生啦，係啦 ，Doris 啱啦，寫生啦。但有一個好重要嘅，好簡單嘅。但當然啦，大家即係你要你哋，我好難，即係你未必答到嘅，就係有唔知有冇人知同佢之前嘅，即係佢依個係15初期嘅話，同佢之前14幾、13幾有咩唔同？側面啱啦，轉側身啱啦，兩個啦 ，Tammy 同 Doris 恭喜曬。側面啊，蒙娜麗莎正面嘅，佢嘅側面係一個四分三面轉膊頭啊，楞膊嘅姿勢。佢係我今日我抄翻啲片睇啦，佢應該係差唔多係第一個人用呢個方法。好啦。依、這個楞膊轉膊頭，好似轉緊圖中嗰個身望你一下嗰樣嘢，同之前嘅正啊蒙娜麗莎係正面嗰啲係好唔同。有咩唔同啊？佢係喺個 movement 嘅中間，即係話你好似望住依一個藍色手袖衫嘅男人，然後佢一下中間望一下你，你就嗰下兩。個眼神就有個對碰，你又望到佢，佢係講緊依個 moment， 而依個轉身係會令你更加著迷嚟望佢，眼睛好有意思，冇錯，係嘛？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嘢係話，依幅 portrait 你睇下，佢畫好多衫啊，你見唔見到？佢幾強調依一樣嘢，那個質感，依個當然佢嗰個靚衫身份係嘛？但係同時間，依隻手懟咗出嚟，佢特登畫依度有個 shadow 喺度，你見唔見到？加強咗個立體感，佢好似就係活躍你面前咁樣。依、這個自己畫埋落去得唔得？依個 foreshortening 懟出嚟亦都係冇錯，就係依一秒啊！你就係依個男人望住你一下，就係、是、依一下。終於。阿星汪話：終於脱離證件上年代，係大家係咪好寫生？我唔知道你哋睇唔睇到，同之前嗰啲阿達文西嘅 portrait 係計曬數，計得好緊要㗎嗰啲嘢。佢有佢嗰種靚啦，但佢有計㗎，係咪 ？Michelangelo 嗰啲嘢好硬正㗎，係嘛？拉斐爾是相對温柔，有啲近佢，但係佢再拉斐爾都自然，但係佢嗰種自然就更加寫生，係嘛？你望下佢樣啦，你睇下佢兩隻眼咧，一光一個係光，一個係暗，少少朦。依啲不足虛咗佢，依、這個實，依、這個光暗，依啲咪素描叻咯，咪顏色叻咯，好自然係嘛？係嘛？所有鬆嘅方法啦，即係阿文西嗰啲蒙娜麗莎咪鬆嘅，我咪話一個霧法嘅方法嘅，佢哋嗰時興畫，即係將啲嘢鬆走咗 ，outfold 咁樣啦，係嘛？哇！我冇電添，你等一等下，咦？我部機插唔到電啊！你等一等下，你唔好，我睇下佢。哎呀，應該仲有電，唔知翻20% 電喎，部 iPhone 應該得嘅，盡量做埋佢啊，我應該 OK， 因為我唔可以跳翻出呢、這個溝水嚟嘅回頭，好啦 ，OK， 大家欣賞夠未呢、這個係嘛？冇乜嘢，即係佢係好寫生咯，我都唔知點樣形容俾你睇。好啦，最勁嘅話，估啊嚇！你知唔知 Titian 幾多歲畫依張畫？睇你估啊！
我換隻咩先？我換，等下但係冇，我因為唔好識得部機，我換個咩鬼嘢？我換個換隻牛先，唔好意思啊，換個尿袋啊，好得，中啊！有人中，我睇翻先啊，等一等啊，係啊，20歲，佢20歲畫到呢張畫。提香20歲畫咗呢張畫出嚟，唉，咁有咩好講啊？20歲啊，大老爺，你睇下，天才冇得講噶，20歲，係嘛？明啦，明點解？大家係咪開始？上網再抄啊，抄 Titian 嘅畫嚟睇啦，好有咩噶，好有益皮，好有養分啊嗰啲嘢，天才啊真係啊，20歲啊大佬，20歲大家做緊咩？如果入到大學咪1年班啊嗰啲咁樣咯，2年班啊大學，20歲係啊，20歲領咁樣啦。我今日睇咗篇文係英國 National Gallery 講嘅，就話佢20歲，咁你當佢即係都係嗰啲年紀啦，係嘛？你諗下佢20歲又咁樣，佢畫到90歲咁樣，咁咪變咗乜嘢 ？OK， 得唔得？依個係 Titian 嘅嘢，都係望啦，我都冇乜嘢講，我睇翻啲字啦嚇 ，OK。大家有冇嘢問啊？有嘢問啊？再問喎可以。好，咁依個就係頭先我想俾你睇嗰張，我睇下，你等一等啊！我今日裝咗你 look 先，我睇下有冇啲嘢再漏咗先。係啦，冇啦，係嗰樣啦。咁就係 Titian 嘅 portrait， 就係有冇佢90歲？佢後邊有啲舊啲嘅，你哋再揾好冇？我因為我仲有一個畫家後邊講，而家11分鐘。好，咁樣就提香當年就肖像畫好響朵啦。咁你明啦，咁就係頭先咁樣啦，好難用啲字形容嘅。字形容都冇乜特別啦，即係頭先有第二張，依個本書有第二張啦，但係我揾唔到，我揾到嗰張咁樣，你睇啦嚇。怪唔得世間佢嗰時候嘅權貴咧都好鬼拜佢啦，因為佢畫得真係勁啦，咁個個都爭佢畫啦，咁都冇乜特別嗰啲嘢。OK， 好，我講完提香啦，我再講少少埋Correggio 嘅俾你哋睇啊！依個都係好犀利嘅畫家嚟嘅，但係我今日就嗰類個圖就我睇下有冇 Correggio 嘅圖啊！等下我抄啲高清嘅俾大家睇下。我今朝我唔知我有冇揾到咧 Correggio， 我試下先啦。大家都記得我都係用Google 嘅 Arts and Culture 個 app 去抄圖，因為佢有啲爆清嘅圖咧。唔係淨係有威尼斯呢個大城市藝術家咧，先至會發掘咗新嘅潛能 ，OK， 或者被後人稱為最進步嚇 ，OK， 最勇敢嘅藝術家喺咧帕馬呢個鎮啊嚇，就唔係威尼斯啦，不過係都係北部啦。帕馬坎啊，食過未啊？大家食過啲火腿啊？咪同蜜瓜一齊食嘅，咪帕馬坎咯。咁咧有一個畫家咧叫做 Correggio。得唔得？依個都係好堅抽位個。咁咧，咁就嗰時候喺佢嗰期啊嚇，就達文西拉斐爾啊瓜咗，而提香嗰時就好響個朵，得唔得 ？OK。而我哋咧亦唔知道佢對當代佢嗰陣時個藝術咧嚇識得幾多。佢可能咧有機會喺北部各個城市嗰度走嚟走去，或者研究一啲達文西嘅作品啦，係嘛？
或者咧學得咗光線與陰暗方法，以達文西嘅作品影響，佢嗰代嘅人都好多睇佢嘅嘢。喺呢個領域裏邊咧，創造出好新嘅效果。OK， 嗱，佢咧有一張畫咧就係咁啦，我哋就係呢一張畫。OK， 我哋望張高清少少嘅圖喺呢度有。睇下個清唔清先，最唔係會喺度個 full。喂，降一陣，等一陣啊！嗱，佢嗰個我個圖爆光咗嚇，總之我埋啲可能係好啲喎，埋啲追到，埋啲追到 ，OK， 好咁樣。聖耶穌出世應該係瑪利亞嗱，你睇下呢個 BB 嗱一個重點啫，大家答到啦係咪啊？大家答到啦係咪啊？曉彤答咗我啦係咪啊？咩叫翻光啊？寫錯字啊！好光啊，冇錯啊 ，BB 好似發到發光咁啊，冇錯啊！你看幾佢哋運用光咪咁運用咯，好似，好似好怪好得意噶依個 concept。你諗下個以前啊，大佬你冇得套 Marvel 嗰啲噶嘛，好似揾咗個能量石咁樣，大佬個生個 BB 出嚟，光到燈膽咁光，林布蘭光係啊，佢早過林布蘭啊嗰時候，林布蘭光啊都係一啲。照射光嘛，佢而家直頭依一個，佢個光係由個 BB 嗰度發，即係生咗個太陽出嚟。係啊，你睇下後邊嗰只鹿幾搞笑個樣，佢馬圖出世噶嘛，你佢望住個神情好鬼搞笑啊，係嘛？你話有冇創意啊？真係犀利㗎！以前啲畫家喺度諗係嘛？你又畫咗即係接咗。創意係咁樣嚟嘅，以前啲畫家接個 order， 喂大佬又接 order， 咁好啦，今次畫咩畫？喂耶穌出世，又耶穌出世，畫咗一億張啦喎，好，我俾一張唔同嘅耶穌出世嚟睇，好冇 ？Correggio 就畫咗呢張出嚟，係啊，但係係靚嘅喎，唔係佢好勁啊啲技藝，係勁係靚嘅喎，唔係你睇個光度，你睇個影，好好笑噶。是不是很好笑？你想想那時候他又可以想到一條這樣的東西出來，是吧？他不如你都是光的，我整個光到離譜的，真的。現在看我覺得有點搞笑，但是你技藝超群，技藝超群。你看那個天上面那些，他的天使也是很有趣的。等一下，來，看看那些天使。那些 angle 都好得意噶，嗰啲 angle， 你睇下只腳咁樣行噶啦，好長噶，好身好長噶，佢啲公仔好得意噶，佢有啲似有少少做之後咧，會有一種風格咧叫做 mannerism 啊，喬式主義，佢有少少嗰啲傾向噶啦，嗰啲人好長，嗰啲人開始變形啊，佢又唔係嗱，佢又得意啦，佢又冇，即係你就咁睇下，我又唔係好熟悉。佢又唔係一即係提香就用捨生取勝，佢又唔係，佢又有依啲咁樣嘅耶穌爆光 ，OK 得唔得？但係唔係搞笑㗎，佢唔係話搞笑嘢㗎，佢堅到堅過石堅㗎啲嘢，好堅㗎。嗱、依張我成日都中意。等陣啊，我睇下有冇高清先。咦有喎、啊，咦你們有福。好。唉，有實啦。得唔得睇咩都係噶 ，OK 啊 ，OK 啊，唉，窒咗一下，依啲又唔係咁清嘅喎，嗱，好似鐘聲響起歸家的信號喎，我噏埋依個收檔，噏埋依個收檔啊，好似個信號又開始唔係好掂啊，睇唔睇到咧？信號係咪又窒啊？你哋睇到又窒啊？20分啊，而家好窒係咪啊？去唔去翻高清有冇得 ？O 唔 OK 啊？而家清唔清啊 ？OK 啊？你哋睇質啊？質定清啊？卡卡地啊？嗱，噏咗先。
如果咧卡唔到咧，我就斬片，咁咧就今日都差唔多噶啦，咁我就下堂再繼續補翻依個俾你睇，好冇 ？OK， 我試下講埋俾你聽，清唔清而家 ？O 唔 OK？ 如果有睇過我之前嘅片就知道，見到乜嘢？有個女人冇著衫之餘啊，見唔見到一個好得意嘅嘢？依個女人做緊乜嘢？知唔知？知唔知？有冇人知？好有創意啊！依個畫家，清啊清就得啦。係啦，我快啲講啦，快啲有你哋答我。哎，我講啦 ，kissing 冇錯，佢俾咩錫緊啊？唔係沖涼，佢俾個雲錫緊啊！一隻手嚟啊，個雲錫佢啊，係啊，宙斯啊，以前啊希臘神話嗰個宙斯王啊，化成雲落喺下邊啊。偷食啊！因為佢老婆啊，唔俾得佢老婆知啊，得唔得？你話佢爆唔爆嗰啲 idea 啊？畫得好靚啊！依張你睇啲素描，九啊幾咩？你睇啲素描，即係咧而家咧你睇咧，譬如 Spider-Man 新嗰套咧，咪有個雲嗰啲怪獸嗰啲成嘅。喂，大佬你要諗下依張畫幾耐喎？一五幾年諗到喎，一五幾年就已經係咁畫依啲啦。個形狀仲要古畫，仲優畫噶。宙斯係渣男之王，係啊，冇錯啊，真係。係啊係啊，就係咁樣技藝嘅人咯，就係一個咁有技藝嘅人咯，都好犀利，都好緊要，好冇 ？OK， 好。講完啦，我哋超快啦，再望翻啲字先，趁佢。卡卡地有少少養分俾大家睇下先。咁你睇到頭先嗰個畫家嘅創意啦，用光嗰啲啦，係咪？咁依度就係頭先講頭先嗰張發光耶穌的 B B 啦，係咪？叫 Holy Light 啦，係咪？係佢最有名啦。咁就有天使上面唱歌為榮耀啊歸天父啦，咁樣上面成啦，咁啊耶穌啊。仲光我個燈膽啦，係咪？咁就係咁樣啦。OK， 睇下依個先啦。乍看之下咧，佢嘅配置法則咧，好似好隨便咧，一紮人咁樣啊，係嘛？但係其實咧，佢比 Titian 更能發揮創意。色彩與光線用來平衡色，而我哋眼睛導向某些光線，其實佢又係有佢嘅，即係好犀利係乜嘢咧？創意係話。你想想他那杯這個 Correggio 他遇到的人是 Titian 他那杯大佬怎麼打 Titian 那麼厲害他也有用第二個方法 去展示他其實都有他的地位在歷史上就是這樣玩即是好像百家爭鳴那樣很過癮的那時候個個都厲害的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我們很差了 OK 是很漂亮的好後面那些都沒什麼重要啦，就畫埋天花板嗰啲城啊咁樣，佢畫依個佢畫嘅聖母升天啊，下邊低炒上曬去天花板度，好冇 ？OK， 基本上係咁啦，我唔再講多啲依個啦。咁你哋想睇可以睇啦。咁就後邊咧就會一廿三分，差唔多一個鐘啦。我下堂會講翻頭先講咗啦，就係、是、講完咗意大利噶啦 ，High Renaissance。我哋就會講德國、日耳曼，同埋再上啲比利時嗰啲，即係 Leveland 嗰扎人啦。OK， 咁就應該就係講 Dua 啦，講 Dua 啦 ，Dua。OK， 咁就講一個 Dua 咯，睇下，我再望一望啊，再有個嘢，好嘛？好，今集嘅嘢有冇人有問題？問兩分鐘我收檔啦。有冇人有問題？今集有冇人有問題 ？OK， 冇問題係咪？冇問題係咪冇嘢問？我哋一個禮拜得一次嘅啫，冇啦係嘛？今日好開心啊！睇到 Titian， 我唔知道大家都明嗰、那個我問啦，你冇問題，我問翻大家，即係我有責任令大家明咯。嗰、那個寫生，即係 Titian 咧，好鬼寫生嗰樣嘢，大家有冇明白啊？係咪 get 唔 get 到我講佢嗰種
寫生嗰、那個嗰、那個力量，佢嗰度唔同，佢仲接近人啲噶嗰啲嘢，即係佢唔係好，佢唔係要用嗰啲形式話俾你聽，佢好勁，佢好貼人味噶。頭先嗰個好老實啦，嗰、那個藍色衫嗰、那個嗰、那個印象，其實已經係定咗一個好高好高好難超越嘅指標去畫 project 出嚟噶。get 到啊嘛，唉，你哋聰明啊，你聰明我開心啊。冇問題得啦，好啦，嗱，冇問題咧就記住咯，賣多一鑊廣告咯。近來生意非常淡薄，但係我亦都唔會賭博噶嚇。嗱，大家去 Mini Pity 想支持我咧，每個禮拜可以同大家講下依啲藝術故事，同埋咧逢星期二、星期六咧我會出新片啦 ，like share 嗰啲走唔甩啦，你哋幫幫手啦嚇。再想支持我嘅朋友可以去 Mini Pity 嗰度咧買我哋嘅日本歐美嘅顏色啦。今個禮拜都翻咗好多得意嘅貨品啦，你可以上去望下啦，好冇？另外仲要透過大家咧要支持我嘅 Patreon 咧，咁我就可以有多啲錢咧，可以拍多啲片啦，係咪？確實都係要食飯嘅，依輪生意真係非常差。咁我實不相瞞，我都係靠 Patreon 啲錢落嚟頂嘅啫。咁希望大家支持條紋畫室嘅 Patreon 啦，咁樣就只要5蚊嘅月費贊助啦，裏邊就會睇到一啲好實用嘅片嘅。我全部片係擺實用嘅喺裏邊嘅，好嘛？有素描入門十課啦，即係有十堂裏面嘅 course 咧，你跟住網上課程去學咧，就學到一個基本嘅素描嘅，係咪？仲有一個咧就係水彩入門十課嚟計，我亦都係連載之中嘅，去到第七集定第八集啦。即係話簡單嚟講，你只要俾$5$40咧，你就可以睇到17集、18集嘅水彩入門十課同埋素描入門十課。嘅完全片喺裏邊啦，好嘛？升得當好正，多謝啊，係啊，我會噶。OK， 好，咁就感謝大家再支持我啦。唉，我都講一個鐘啦 ，Tishon 好正啊，翻去自己多謝 William 中意我聲音檔，我都會繼續講依啲嘅，即係嗰啲。OK， 好，大家戴口罩啊，記住。OK， 好，我哋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